送给最爱的朋友，写得太好了。一样的眼睛，不一样的看法，一样的耳朵，不一样的听法，一样的嘴巴，不一样的说法，一样的心，不一样的想法，一样的人，不一样的活法。所以朋友不比美丑，心态平衡就好。车子不比有无，一路平安就好。吃穿不比贵贱，身体健康就好。日子不比贫富，活得开心就好。做事不比圆滑，问心无愧就好。最后送你13颗信，一定要收好，太美了，愿你幸福快乐每一天。喜欢的话请转发给最在意的人吧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